出底部啊，你再掉出来呀、啊。啊？水流啊！下子就冒烟了，要满哎、欸！供应商说要把它倒满，那个没有，这是布的鞋子，你要倒满的话，它会水都漏出来了。它就因为这样才能导电，不然导不了电。因为水是可以导电的。它是测鞋底的还是测什么的吗？你要鞋底、鞋底漏的话呢，肯定会导电的。你现在都会导电。要是漏的话，它都是导电的。他说要把槽子倒满吗？就大概的意思吧。等下我跟客户叫他倒满就好。我感觉暂停可以了，试压装吗？两。OK， 可以了。1800，励志，时间多调一点，要不然他十秒。时间一开始测试都开始计时的，不像他。先把电压。